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四章一节，恁着追求爱，也着切莫属灵的因素。其中较要紧的是做先知来讲道。二节，那个讲方言的，原不是对人讲，乃是对神讲，因为无人会晓听，总是倚伫心灵里，却是伫讲各项的奥妙。三节，独独做先知来讲道的，是对人讲，来造就，来安慰，来劝勉人。四节，讲方言的，是造就家己；做先知讲道的，乃是造就教会。五节，我愿意恁拢会讲方言，搁较愿意恁做先知来讲道，因为讲方言的，若无翻译出来，互教会得到造就，迄、那个做先知来讲道的就比伊强。六节，兄弟啊，我教恁遐，若只讲方言，无用启示，也是知识，也是预言，也是教示来甲恁讲解，我教恁有啥物利益呢？七节，就是迄个有声无活气的物，亲像箫，亲像琴，那发出来的声音无分别，他会知所笨所弹是啥物呢？八节，那是哨角出无定调的音，啥物人会依笔高振呢？九节，恁也是安尼，只若无讲容易明白的话，他会知所讲的是啥物呢？这就是用空气讲话。十节，世上的声音无论偌济项，却无一项是无意思的。我若无明白迄个声音的意思，讲这个话的人要掠我做外国人，我也要掠伊做外国人。十二节，恁也是安尼，既然是切切心无熟练的因素，就当求切切得造就教会的因素。十三节，所以迄个讲方言的，就得求会翻译。十四节，我若用方言祈祷，是我的灵祈祷，但我的悟性无效果。十五节，这安尼是怎样呢？我要用灵祈祷，也要用悟性祈祷。我要用灵吟诗，也要用悟性吟诗。十六节，那无你用灵作声，迄、那个在做无通方言的人，既然无明白你的话，他会怎伫你感谢的时讲阿门呢？十七节，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可是袂当造就别人。我感谢神，我讲方言比恁正人较济，总是伫教会中宁可用五成讲五句教导人的话，也过讲万句的方言。第十节，兄弟啊，伫心智无伫做囡仔，连伊伫歹事都做婴仔，伫心智总得做大人。第一节，律法记着主讲，我要用外邦人的嘴，甲外邦人的嘴唇，对这个百姓讲话。虽然安尼，因依然唔听我。第二节，安尼看，讲方言唔是为着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着唔信的人做先知来讲道；唔是为着唔信的人做证据，乃是为着信的人。第三节，所以全教会聚集伫一所在的时，那拢讲方言，我言有无通方言的，也是唔信的人入来。敢无讲恁在讲吗？第四节，若拢做先知来讲道，我言有唔信的，也是无通方言的人入来，就予正人叫醒，予正人心断，以心内所温捌的显露出来，就要将面拍地敬拜神，讲神真正是伫恁中间。第六节，兄弟啊，这安尼是怎样呢？恁聚集的时，各人有诗歌的，有教示的，有启示的，有方言的，有翻译的，凡事拢得造就人。二七节，若有讲方言的，只堪得两个人，上济三个人，也得轮流得讲，也得一个人翻译。若无人翻译，就当伫会堂中静静，
独独对家己甲神讲就是。二九节，做先知来讲道的，只通两个人，还是三个人，其余的就当神书明辨。三十节，若边啊坐地得到启示，迄、那个大声讲话都静静，因为恁拢会通一个一个做先知来讲道，互众人学习道理，互众人得可靠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，因为神不是予人混乱，乃是予人安静。三十四节，福音人伫教会得静静，亲像伫圣道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因讲话，因总爱顺服，亲像律法所讲的，因若爱学习什么，就伫厝内问家己的丈夫，因为福音人伫教会讲话。原是见效的。三十六节，神的道理，敢是对恁出来吗？还是简单临到恁吗？三十七节，若有人家己掠做是先知，还是属灵的，就该知。我所写予恁的，是主的命令。若有人毋知的，就实在伊毋知。三十九节，所以我兄弟啊，恁着切切羡慕做先知来讲道。也无得禁止讲方言，凡事拢得规规矩矩，会照次数来行。